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是去这个巨人要赴一个宴会，就是这一个一个会友的女儿出嫁，然后他们在这个巨人的卡萨布兰卡，然后他说是有素食给我准备给我啦，非常谢谢。但是不知道是一份一份的，还是说好像有buffet 这样子，自由餐这样子。但是无论怎么样都好，来就是了。 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进去看有什么。地方吃完出来了，非常感谢我这个会友，他为我们准备这些素食，味道 OK， 已经很感恩，因为有这一个素食在这一个婚宴里面哦，它是自由餐，然后菜啊这些花没花，这个茄子，还有一些家里这种 OK， 我是觉得不错。那么整个环境也很美，那这个婚宴的这样的方式会比较不一样，是因为它比较偏向这一个自由的，大家可以拿了菜然后坐在一起吃，跟我们传统性的一桌一桌的是不一样哦，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这一个方便的这个情况。OK， 今天就尤其是下午，我觉得下午的这个婚宴是非常方便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从新山赶来，然后现在下午吃完一两点就可以回了，我觉得非常方便哦，所以 good， 然后现在我要回去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